台尽在运通。投资朋友大家好，欢迎准时收看今天的稳操胜券节目哈。那其实啊，这个投资人啊，这个长期啊锁定老师的节目哈，那都可以啊从节目当中啊得到一个验证，这个大盘的一个趋势啊，大盘的一个主流啊，跟未来的一个方向哈。但是这边严老师还是要呼吁一下哈，这个未来有行情啊，未来如果说有行情啊，你还是要勇于啊进场去。好，做出个买进的一个动作哈。那当然，今天 AI 概念股里面啊，这个翔硕啊创了一个波段的一个新高，你随便卖啊，应该就赚钱了哈。那除了翔硕以外啊，所有的 AI 概念股大概现在啊，到现在为止还没有解套啊，还没有解套哈。这个反弹呐 啊很重要啊，但是你还是要站在卖方哈。我相信这个最近很多啊，这个 AI 概念股啊。来找严老师的啊，这个灾情啊都很惨重啊，严老师也非常同情呐，啊，我也非常同情呐，所以说啊，只要有 AI 的啊，只要你受伤真的很重的啊，严老师不帮你，谁来帮你？我相信你们老师已经没有办法了，每天呐只会跟你讲哦，这个地方哦，对不对？不会再跌的，不会再跌的。你看吧，今天反弹了，啊，这个回到这个结论。你有没有赚钱？有赚钱的，老师恭喜你；没有赚钱的，你们老师在骗你啊！你老师在骗你啊！该停损还是要停损的哈。反弹站在卖方啊，把它卖掉，至少说损失上面会比较少一点的哈。那你下一次的一个操作，你还是有机会啊，这个扳回一城啊！啊，当然这是严老师的看法哈。你认同的哈，当然你可以扫描 QR code。啊，把你的困难告诉我，好不好？我今天的话有一档非常非常重要的一档股票，好，这档股票的话就是大家反败为胜，啊，反败为胜最好的一个机会的话，我就留给大家，好，等一下的话可能就会啊开放这个啊黄金60秒，啊，开放黄金60秒，我希望说我们一起来共襄盛举，好不好？来，今天的行情啊，来早上的话是。开盘八法里面开出来盘是啊，叫做一点高哈，一点高盘开上来之后啊，这个地方啊，哦还是持续过高，好尾盘的时候有卖压了哈，尾盘的话加权指数上涨了49点，好那加权指数里面去看哈，中小型贵买指数的比较强，也就是今天涨停板的加速26家，啊绝大多数都是中小型股，但在中小型股里面。又以 IC 设计小资的为主哈，那当然我们今天手中有一档，有一档非常强的一档股票哈，涨停板大概锁了40000张，好40000张哈，那等一下我会拿证据给大家看，好不好？好，那今天的一个反弹，啊，昨天跟你讲什么？昨天跟你讲说这个地方高点修正到昨天的一个低点700点，啊。低档出现低档拇指，修正出现低档拇指，好，昨天就跟你先预告，今天有没有反弹？有啊，好，那到了今天这两根 K 线，你有没有觉得很熟悉？有没有觉得很熟悉？这叫反极线，来，我们来看一下，我之前跟你讲反极线的时候是在什么地方？这边，啊，上影线，对不对？下影线。啊，这两个反击嘛，成功以后创波段新高，成功以后创波段新高，这个叫中继整理啊，联发科，所以说联发科我们是大获全胜的哈、哦。那加权指数也是一样，来，同样的在低档区先出现低档拇指，今天再出现两根 K 棒的反击线，啊，未来先看反弹再说，啊，先看反弹再说，你先把反弹的行情。先把它掌握到了哈，反弹不是说什么股票都会涨哦，反弹最好操作的是什么？强势股哈，所以说我在节目也一直强调，啊，你看老师的节目的话，我只给大家一个观点哈，你在买股票的时候，你不买强势股，你不买底部开始黄金交叉往上走的股票，你不去买多方轨道的股票，
我跟你讲，你在股票市场里面啊，你可能是赚不到钱，你可能是赚不到钱哈。我今天的话，啊，利用节目一点时间呐，我跟大家来验证一下啊。来，这一档股票是我们手中目前为止有的股票，你这个简讯你要看清楚哈。单股会员人数最多，单股人数是啊，单股的会员啊，人数上面是最多哈。早上的一个时间点9:18，就是亮灯涨停板。好，那这档股票为什么要持股续报？因为它是属于一个带量突破的，带量突破的哈。来，严老师是学技术分析的啊，导播拉近哈，周线出现什么两红加一黑哦，你可以记起来，严老师说的，周线出现两红加一黑，加一黑啊，啊，未来有机会大喷出啊，未来有机会大喷出啊，所以说今天这根涨停板，哦，我觉得啦哈，没有什么啦，哦，我要是未来。涨停板，涨停板，涨停板，涨不停，涨不停，涨不停，这个才是我要的。我常常讲，你来找我，对不对？你绝对不是为了这根涨停板呐、啊，对吧？哦，这种简讯啊，虚伪造假哈、哦，严老师就下台一鞠躬了。我相信你是严老师单股会员的人数非常非常多，几乎是我们所有会员里面人数是最多的哈、哦。你起码哪是讲你跨点期哦？假设啦齁，你看到一个说谎的老师啊，你真的心情会很不高兴啊，很不高兴啊。你看到严老师在讲你啊手机上面的简讯啊，完全一样，不会有任何一个字的一个偏差，包含这个时间、会员等级，这档股票五结尾的，是不是啊？严老师今天恭喜你啦齁，啊，今天一档股票涨停板吗？不止啦，我们接下来看。接下来哈，来，这是特别会员哈，普通会员再升一级就叫特别会员，啊，一样在早上哦，啊，你看嘛，亮灯涨停板的，对不对？好，但是当下亮灯涨停板锁的是1.2万张，来导播拉近1.2万张，收盘的时候锁了多少张？3倍乘以3，4万多张，你就知道严老师会员啊，很捧场啊，啊。锁了1.22万张买不到啊，啊，继续买，继续买，继续买，结果后面锁到4万张，啊，但是我会员一定有买到、啊，我先讲哦，因为我们出手点一定买得到，啊，今天礼拜三，啊，大家愉快，老师的特别会员，对不对？很高兴，来，严老师感恩，这个就是所谓真实的一个操作，好吧？今天这两通简讯啊，我相信啊。能够帮我的会员带来一点小小的一个幸福啊！其实股票操作啊，真的有时候很苦闷啊。有行情，对不对？我们叫拼命做；没有行情的话，真的啦，你动作那么多干什么？对不对？好，我在节目里面常常跟大家讲哦，现在是属于一个危机入市，危机入市，未来才有大利润，对不对？好，那当然很多人啊，可能。在节目里面有送资料还是怎么样？我们愿意拿出来跟你验证，我们愿意怎么样啊？来帮助你，我们就用送资料的一个方式啊。我们先来看一下哈、啊，来银广，7月25号送给你的，股价大涨了3倍，啊，股价大涨了3倍，有没有？啊，今天呢、啊，有没有？来这个地方又开始了怎么样？啊，又开始涨了，是不是拉回早买点？万不灾了哈，会不会做第二波的攻击？哦，我们慢慢的拭目以待。哦，这是啊、哦，老师送给你的银广，对不对？接下来8月17要送给你系统，啊，系统涨几倍？涨3倍，涨了3倍，你有没有赚钱？有没有赚钱？啊，应该有吧？一档股票不用钱送给你。涨了3倍，你还说老师赚不到钱？不可能吧？好，好，这个今天创新高的股票叫哪一档股票？来，前顶啊，来，应该都赚钱啊。很多老师啊，明明就没有做，对，然后就开始表演，啊，表演的归表演嘛。老师有没有照顾你啦？有没有把资料送给你？来，9月15号。9月超级大黑马前顶，开放60秒，黄金60秒，
赶快拉回早买点。啊，前顶有没有上去？你认为有没有上去啦？有哈。啊，我昨天跟你讲什么？拭目以待。啊，今天有没有再创波段新高？啊，我有摕进股给你看无？我有摕进股给你看无？啊，你有赚钱无啦？有哦，有吼，来有啦，一定有啦哈，对不对？资料送给你啊，不用钱了，是不是？好，那你要仔细看了哈，来，来，银广不用钱，带回家，系统不用钱，带回家，前顶创新高，哪边急啦？今天要送你什么？来，前顶的接班人，这支你赚到百。我送乎你无要紧，你欢喜就好，你有赚钱就好啊！好、哦，这拢过去啊、哦，这都过去了哈、哦。从银广到系统啊，到今天的前顶都过去了，未来要看这一支，未来要看这一支。好、哦，前顶接班人啊、哦，我等一下一样会开放黄金六十秒，拿到的我先祝你大赚，你没有拿到。算你倒霉，老师为什么会算你倒霉？哎、啊，别人都拿得到，你为什么你拿不到嘛？我今天不用钱嘛，对不对？我请你打电话进来拿嘛，但是我这边会有限制哦，我六十秒哦，我六十秒你打电话进来才有哦，啊，你拿到以后你没有买哦，啊，活该哦，不买会后悔，我先讲哦，会不会马上喷？啊，我说会，啊，我们一起来验证一下嘛，你如果不相信。我们就一起来验证一下，好不好？好，那这一档股票你觉得怎么样？来，你觉得怎么样？我觉得很好。有人觉得不好的啊，那不好的话没关系，你就慢慢看。严老师觉得很好，来，我为什么现在股票公布啊都晚一天呢、啊？因为这市场里面啊，这个有时候抄袭的人啊，真的是啊太多太多了。啊，我们真的就保密了，好不好？对不对？好，这是礼拜一啦，啊，礼拜二稍微拉回一下，啊，今天礼拜三就加了，啊，这种低价股的操作，我跟你讲哦，啊，你来找我就对了啦，你找别人没有用啊，啊，这个我跟你讲，刚刚才开始涨哦，你不要认为说老师啊，这个哦，两根涨停板哦，这个来不及的。绝对来得及，怎么会来不及啊？来，6237的来 ，IC 设计小型股的华讯，啊，股本大概7.8亿，底部开始起涨，带量上攻，整理4个交易日，直接今天带量喷啊喷啊喷，你认为它涨完了吗？老师，你有没有？我有，我直接跟你讲，我有啦。啊，如果你认为我没有的话，欢迎你来跟我验证。老师，你到底有无？我有啦，我直接写了，好不好？重压对吧？啊，我有，啊，我有哦，我先讲哦。你不要说老师啊，你到底有没有？我直接写在这边给你看，啊，10月16号的，来看这边哈，来，底部起涨了，啊，连续涨停，应该都赚钱。啊，要不要拉回早买一点？你自己看，啊，礼拜一跟你讲什么，拭目以待。啊，今天呢？今天我恭喜你啊，啊，今天我恭喜你好不好？我恭喜啦，啊，你有做的好不好？没有做的我就没办法恭喜啊。这简讯有哦，你不要说老师你到底有没有做、哦？我有做哦，啊，会员啊，啊。你加赖的投资人，你今天有没有看到这种简讯？应该有啦啊、哦！你在赖里面天天老是这样股票都帮你追踪嘛？你不相信的话，你在赖再重新回去看一下啊，老师到底有没有讲啊？这种股票能不能赚得到钱？啊，底部进场创新高，拉回量缩哦。啊，今天啊补量，来，快不快？直接锁涨停，啊，快对不对？能够赚钱嘛？
问题是你有没有？你没有的话，我跟你讲啊，你很可怜啊，你真的很可怜啊。这股票操作其实没有那么困难呐、啊，真的，我讲到都不要再讲了，对不对？这样子你会不会做？买下去就赚了嘛。啊，困难点在这边呐、啊，拉回你敢不敢买？我十月二十三号跟你讲什么？我昨天跟你讲什么？啊，我今天跟你讲什么？我今天跟你讲我有啦，啊，怎么样？我大赚了、啊，那你不见得赚得到了、啊。你们每天在担心害怕什么？我真的搞不清楚啊，我真的搞不清楚你们在害怕什么。其实说你害怕的话，老师也能够体谅了哦，因为你们被 AI 你知道吗？哦，输个惊你知道吗？你们手中一大堆 AI 啊，你们老师讲的嘛，跟螃蟹一样，嘴巴都在冒泡泡。你就去刷你的存折啊，到底你有没有赚钱就可以了嘛？你有没有像老师的股票一样？有没有？有没有？啊，谁赚的比较快？四只对不对？啊啊，结束了吗？啊，羽龙今天再创波段新高哦！啊，羽龙今天再创波段新高。我昨天跟你讲的时候，我直接跟你讲我有嘛。啊，今天再创波段新高。啊，问题是你有没有买？这个很重要。哦，这个很重要。好，好，那我今天会开放黄金六十秒。只要你在六十秒之内你打得通这个六十秒，这档股票可以改变你的命运，好，你可以试试看，啊，我让你共襄盛举，一年我就开放这档股票翻一倍的股票，好，你拿到以后不要去跟大家分享哦，我先讲哦，你自己知道就可以了，然后你跟我们的助理稍微联络一下，明天这档股票要买在什么价位？要买多少张，我都帮你规划好了。你今天只要做一个动作，跟上严老师就可以了，好不好？就那么简单哈。来，这个立台，严老师单股会员的，来一个口令一个动作。华讯，我们的特别会员的，一个口令一个动作。未来的操作锁定主流爆喷股，是不是？好，今天单股会员亮灯涨停板，老师恭喜你哈，持股续报。今天特别会员亮灯涨停板，一样持股续报。之前送给你的银广系统，今天创新高的前顶，你都大赚，老师恭喜你。没有赚到的投资人，今天就限今天哈，前顶接班人现在开放黄金六十秒，会不会翻倍？我们来验证，翻倍之后你会感谢我，啊，你会感谢我啊！打通电话进来就可以了哈。这一档股票千万千万一定要重压，你不买你会后悔。我一年就一次哦。现在开始开放黄金六十秒，电话直接拨通，直接带回家，打电话进广告。想了解最新台股走势，股市名师现阶段手中的标股，您想知道的一切都在股动乾坤。轮源投顾严分析师擅长基本面研究，资历完整，拥有二十年丰富的股市经验，历经多次万点与空头，积极拜访公司透视基本面，带领会员领先布局，透析大盘结构，掌握台股走势，产业深度研究，前景洞烛先机，严格风险控管，带进保证带出，集中火力，快速累积绩效，灵活攻守，是您追求财富路上的良师益友。速专线02-2321-9933，2321-9933。轮源投顾精准掌握台股趋势，帮您确实下好每步棋，长期布局投资战略，帮您达到最佳投资报酬。洞悉盘势，策略选股，轮源带您引爆投资最佳契机。赢家专线02-2321-9933，2321-9933。迟到了吗？
界行人行进路口准备穿越道路时，汽机车应暂停让行人先行通过哦。哦，很慢的。行人已进入行穿线范围内，汽机车均应立即暂停让行人先行通过哦。另外，在没有行穿线的路口，不管同向转弯或直行交叉，遇行人过马路，汽机车一样要停让哦。汽机车行经依法可供行人穿越之交叉路口，未暂停让行人先过，最高可处6000元以下罚款。停让一小步，交安一大步。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。欢迎回到节目现场哈。其实很多的一个股票啊，当它开始出现的时候啊，你能够判定它是一个标股啊，你这个时候的话，你真的要抛开啊，啊一些想法，啊，那只要一档股票，啊你能够买到，哦这种可以翻倍的股票，你绝对有能力啊，哦去改变你的人生啊。啊最近这个新闻报道哈，有一位先生啊。好像这个买卖房屋哦，啊，对不对？好像赚钱了嘛，对不对？那你赚钱的话，国税局要抽税嘛。结果他这个税没有缴哦，结果被那个国税局一直追着跑，哦，这个中间大概陆陆续续啦，哈，就缴一点缴一点。哎，最近啊，这个国税局发现他在操作股票，啊啊赚了1亿多，啊，马上要拘提喽，知道不知道？给压起来，知道吗？啊，因为你买股票就赚钱啊，对不对？啊，这个赚了1亿多啊，算起来，哎，这个人，啊，对不对？马上把这个钱就缴掉了，才欠一点点嘛。啊，那股票市场里面其实就是这样子嘛，逮到一次机会，啊，你就可以发财。当然，今天这档股票哦，你可以怎么样？你可以不用相信严老师，啊，但是我请你，你来试一下。你来试一下严老师的刀子到底厉不厉，是不是在台面上面跟你讲的，跟实际这档股票到底会不会飙，我们可以互相来验证嘛，对不对？我们可以来互相来验证。所以说我今天20条专线全部开放啊，公司很难得哦，这个开放20条专线啊，你一定要好好把握哈。还是老话一句哈，机会出现的时候你要把钓竿准备哈。严老师今天就准备了一档飙股，对不对？好，那投资人操作的时候不要去当起风者，人云挤云啊，有时候你要当孤勇者，冷静的判断啊，冷静的判断。那一般投资人都是这样子的齁，啊看不到一直走啦，看不到一直走啊，看到的不敢走啦，对不对？这个很奇怪，严老师有没有看对？有啊，特别会员恭喜啊，代号2465的立台单股会员来恭喜啊！我就直接讲没有关系啊，我们有做嘛，我们不需要跟你用打广告的啊。我跟你讲哦，这个股票哦，我跟你解来解去，解来解去啊，有没有做不知道啊？你自己看，你自己看。严老师有叫你自己看吗？我没有哦。来，我说特别会员恭喜哦。啊啊！我说单股会员恭喜哦，我是指名道姓的哦。我如果没有做的话，我跟你讲啊，这个摄影棚的大门啊很难出去啊，你知道不知道？很难出去啊！哦，那我们现在开始好不好？你想要反败为胜的哈，你想要改变自己命运的哈，今天机会刚刚好，好不好？来来，先恭喜单股会员了哈，周线两红加一黑。不要乱卖啊！啊，这一档股票盘中锁了1.2万张，尾盘锁了3倍，4万张，你不要乱卖，好不好？不要再乱卖哈，听老师的哈。银广不用钱带回家涨3倍，系统不用钱带回家涨3倍，前顶来也快要3倍了，对不对？下一支标股在什么地方？就在这边，你电话直接拨通，直接拿。现在开放60秒，60秒改变你的一生，60秒改变你的命运。
严老师一年一次给大家最大最大的礼物，今天电话无论如何要拨通，直接带回家，我们明天见。所推荐分析之客也有大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，以往之绩效不保证未来获利。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，投资人应独立判断、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。人生动不动都在竞争，动不动就爱水蛮牛。轮名投顾严分析师擅长基本面研究，资历完整，拥有20年丰富的股市经验，历经多次万点与空头，积极拜访公司透视基本面，带领会员领先布局，透析大盘结构，掌握台股走势，产业深度研究，前景洞烛先机，严格风险控管，带进保证带出，集中火力，快速累积绩效，灵活攻守，是您追求财富路上的良师益友。就专线02-2321-9933，2321-9933。轮源投顾精准掌握台股趋势，帮您确实下好每步棋，长期布局投资战略，帮您达到最佳投资报酬。洞悉盘势，策略选股，轮源带您引爆投资最佳契机。赢家专线02-2321-9933，2321-9933。想了解最新台股走势，股市名师现阶段手中的标股，您想知道的一切都在股动乾坤。救命特工队，救救申波华！救命！救我的女儿！叫，大声呼救！叫，打电话求救！